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那我们先来处理几个复议案。第一个复议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十四次会议报告事项第六十一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我们做一下决议，另定期处理。好，好，请各位委员请回座啊、哦！各位委员请回座。今天的施政总报告，我想也没有办法进行。那我们会来处理几个啊必要处理的复议案啊，所以各位请回座啊。好，各位委员请回座啊、哦、各位委员请回座啊、哦、好啊、哦、请回座，请回座，不会不会，对啦，请回座啊、哦、我们处理一些复议案。好，现在我们要处理另外一个案子。现在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请议事人员宣读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之内容，请宣读。为使本院能确实履行职责，有效监督行政部门，开始进行总质询，并弥补今天遭中国国民党浪费之宝贵院会时间，原依立法院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规定，散会时间已届而议事未毕，主席得征询出席委员同意，酌定延长时间。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延长第九届第一会期第十五次会议开会时间至五月三十一日二十四时。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有无异议？有异议。好，有异议。现在请按铃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来进行表决。
请按铃。
我们七分钟按铃的时间已到，现在有民主进步党立法院党团、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依照本院议事规则第35条提案，要求本案记名表决。现在我们开始表决。赞成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我们针对延长开会表决的结果，出席62人，赞成5人，反对57人，弃权0人。我们做以下宣告：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本日会议散会时间已届。现在散会。